美歌声充斥整个球场，她是乐天女孩的林爱蓉，主要担任主持人，也被封为最正 MC。平时也拍不少酷搜抖音，秀丽短发，招牌的阳光笑容让她吸了不少粉。林爱蓉2016年加入 LAMIN GIRLS， 两年后离开，2020年再回归加入乐天女孩当 MC， 结果情人节这天父亲遇到横祸，让她急着发文求救，写下案发时间地点，告知驾驶肇逃，随后再更新状况，说明爸爸在加护病房治疗，锁骨跟脊跟肋骨断裂，脑出血状况较危险，感谢大家关心。当时艾蓉71岁的父亲14号下午4点多骑着机车在工作，结果一辆临停汽车突然切出，艾蓉父亲为了闪车摔倒，先跟一旁直行汽车碰撞，再跟力量机车二度擦撞，没想到临停汽车驾驶却肇事逃逸，警方目前已经通知他到案说明。我出来的时候看他就躺在那个地方，他有警察来啊。由于案发现场监视器拍不到，让啦啦队女神急着协寻经过的行车记录器画面，发文也迅速被网友转发，有不少人留言集气，希望艾蓉父亲平安，车祸也能还原过程，厘清沼泽。曾是王雄嘉恒台北采访报道。